不会讲。你别走。对，第一次，不要逃避这种事情，还是要面对。你不是评审吗？小猪，小猪呢？小胖老师。小猪老师。我跟我朋友就是做到今天。好了，那大家就大家到大陆评审好不好？自由新政好不好？好，我也不影响大家的情绪。我们练习嘛，大家练习面对这个残酷的事情。然后待会就红跟白而已，没有中间哦，好不好？然后就面向这边，然后工作人员，礼貌礼貌，示意示意，来，你们来当公正的，你来看到底红的比较多还是白的比较多？好，大家都做好准备了啊、哦。我们星空练习一下，两样东西要领经验，待会就赢的去唱歌，输的就不能唱。没有，这么心寒，好，数到三，大家就举牌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？好，工作人员来吧，一、二、三，请举牌。哇！好，那个评审没讲。我不要面对这个事情。好了，说话下。